大家好 ,ST 到咁啊，嚟到第二条介绍呢个套装嘅影片啦。咁啊，就系呢个九巴经典巴士套装噶啦，跟住九巴 logo 哦，咁样。咁啊，卖 tiny 系 tiny 嘅微影嘅，跟住佢个 logo 啦，三架巴士嘅资料。咁今次就介绍呢架嘅。呢、这个丹拿利兰珍宝 ，Buset 零一，咁啊开，你后面有嘢，有啲卡纸顶住咗。咁、那個盒嘅詳細嗰啲嘢就上一條片應該講多啲噶啦。咁今次架珍寶就長啲啊，比之前嗰架烏嘴狗。你記得長幾多啦？咁啊係呢架都，咦？唔係，我之前架烏嘴狗都係前面上後面落嘅喎。系啦，咁呢架都系啦。咁系边啲车系后面上前面落噶？唔知佢啦。咁啊，点解呢架车咁似一架 Tommy 嘅？即系直齐同一架嚟噶。佢都似喎，同呢架95号 Tommy 卡，超似喎。可能同一架嚟嘅，真系喎，似到无伦咯。不过呢架当然系短好多啦。咁呢架嘢系电动门啦，跟住上上落落啦，跟住九巴 logo， 车尾写住 KMB， 车牌 BK 啊 ，BK 7476，一样。咁啊，啲燈嗰啲擺位幾得意啊，係啊 ，KMB 嗰個 logo， 咁好，今次架唔知係玩具定模型嘅巴士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